我们往那边走，往火车道那边走。 等一下，往回走的时候再拍照吧，先拍个视频。天啊，我有点。没了。啊？嗯？不没了。这个没了。没搞了。啊？后边人啊？那这边那边不是很长吗？路过那边就没有了。嗯，怎么搞的？怎么突然没有了？是不是在那边？ 应该在这里吧，它这个红绿。哦，从这个再过去应该就有了，可能是这边有个火车道不好修吧。各位游客，欢迎来到红桥公园，祝大家游园愉快，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。 旅游客自觉遵守工人管理事项，请戴好口罩，保持人下面，请进去。啊，下面啊，哦，谢谢。正好过来，正好要有个火车经过就好了。 安全运行，园区内禁止放风筝、无人机。六、禁止进入施工封闭区域。七、禁止高空抛物，请自觉看管好老人、小孩和随身财物。八、请问停留点。过去那边看一下吧，看那边还有没有，没有就往回走，往那边走吧。网上图片看到很长啊，我靠。 嗯，可能是出了高科学。他这里。 应该是拍到了，一直在录。这个是他走的。嗯。对，就是往这里走吗？这里走是哪个地方哦？哎，我靠，走到哪里去了呢？哦，还有。就跟着他这条红色的道路。可以。各位游客，本巴士指定火车列车。 那个铁的，然后你要不要背书啊？那肯定背的。那个可能我去会场休息，你从那边。是啊。不要再包你。嗯。气体要检测不出来，然后现在只是。嗯。哇，还有个塔，上面还有个塔，个红塔。没水呀，没那水。 看到他们在这设置，你都不知道他冰冻在哪买的。等一下看一下那边还有没有，应该有吧，这么长应该要设置一点站点了。嗯。嗯。
这些是荔枝树啊。嗯，这不是荔枝树，桂花，桂花树。这里还有个湖，看看这些小情侣。应该还好吧？你不是前几天刚走过吗？嗯。刚走的小。我那天爬完山之后又走，他真的是真不行了，那个腿。发软了。啊，还是考驾照那天腿发软。那天腿真的是发软。点个外卖就要送这里来，我操！点个外卖送这里来，点个奶茶就要送过来。不过他应该骑电动车还好吧？这里不能骑电动车来的。那边怎么还扫码？那里还要扫码？这里才真正的到啊。哇，往那边走走看，那里还有一个地方。这里嘛，这个地方没有买火啊，我们那巴士拿过来卖吧。哎，那里可以有人上去啊？哦，那边可以啊，上去了，过去看一下吧，应该不是很远啊，转到那边去。那里还做桥，你看没有？上面啊，哎，喷水了。下坡路真的爽了，是啊，一走就往前冲了。下坡路一点都不累。
作。可以上那边。
还好吧，开到那边去。有卫生，那个就。爬高的人是最喜欢这种，就是那种爬高楼的那种人啊。嗯，我感觉可以。爬高楼的人喜欢这种。哇，他们就感觉到放开心灵一样的。我他妈的就看到这，就感觉到。还有5%的电，拍完就拉倒。嗯。
不过还有电池。我姨有他搞笑的，原来就是我小表妹没生孩子的时候，我姨来。哎，你走。这个上次是不好的。